Later. Oh, 灯掉了，哇塞，你说它啥时候不掉，就得有镜头的时候那个不用好奇他们这个灯按两下开始闪，我就想蹦迪因为要戴口罩，就这样有雷神家门 OK 来自 DC 阿阳文化送给所有的好朋友，这非禁止画面他涂口红了吗？对，还要提唇膏啊。那我还能喝东西吗？把我奶奶奶给我吧。每天早上一杯奶奶。三杯。你看你的比我美。美啊。你好闷啊，不是吧，我们家小孩他奶奶他现在已经不用奶瓶了你知道吗、嗯、买了一个那个一个杯子是这样的这个把手就是个大拇指点了个赞自己选的，然后就整个人就埋进去一直喝完感情深入口闷不用开始剪涨潮了吗？对，涨潮了。滚，汤水回去了。汤水呗，那就。万箭圆红两位，到你了，到你了。欢迎万箭。一袭红裙来到我们的红毯上，欢迎你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碳水是我快乐的源泉，但咱因为穿礼服的时候就不能吃。
小宝，狂热你最爱吃是叉烧包。到了下面，就要吃当地的食物。今天早上报复性大碳水。我以前都不太吃茶叶蛋，以前品不出茶叶蛋的美味，直到吃早餐的时候吃白粥蛋真的吃哕了，然后那天突然昨天怎么会拿一颗茶叶蛋，我就感觉我的人生打开了新的大门，我才突然发现原来茶叶蛋这么好吃的，而且这个茶叶蛋它比普通的白煮蛋要嫩，你知道吗？这个口感。从那以后早上去餐厅我就再也不拿白煮蛋了。